过有你拍的。今天上班了，提早下课。我们学校的水草。回忆无价。哎，毕业电影院和电影的意愿一向就没有很多，然后但是在家里看上有影片，比例会增加，然后大家也会希望自己可以来观看这部电影，然后再做一个结论。所以以上的资料，看来传统影院的多。万和宫求平安，之前挂在这里的掉了，我的也掉了，他的也掉了，所以我们一起来求，我们一起求了第二个平安符哦，心诚则灵，这次没有陈思涵，对，吃，哦，就白饭了，白刚在他们的宿舍干嘛做报告，然后读了下书，我这个人在睡觉。而且我真的是睡着了都不知道，好可爱哦，这个角度很可爱。这是盐烤鱼，然后它好像有比较便宜，之前我印象都是280了，我记得是200，我觉得没有那么便宜，那种鱼卖200，没有卖那么贵啦，有啊，我记得280，吵架很吵架，280吧。然后他还帮我们剥了皮，然后这皮很好吃，然后我们的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因为为了等他，这个已经吃完了，这个也吃完了。对，这个方脸师傅我的最爱，一定要吃，重要，剪掉剪掉。今天穿这样看起来像正妹，那你睡觉？睡觉吗？睡觉，我刚刚说睡觉，你想睡觉 ？Oh my god， 谁让你这样讲话了？这是什么新的拍摄视角吗？有个丑的，你有看我头顶吗？这样吗？哪看得到头顶？这干嘛啦？头顶好看。然后呢？今天这个活动最重要还是有，等下都很紧张要比赛哦，而且呢，前三名才可以到决赛，对不对？我下部拿手很强的，你把过去的准备好好把成绩秀出来。也祝各位呢，今天你们能够表现得非常杰出，非常好。也祝我们的活动顺利成功，谢谢。这里我就不会了。可恩准备开唱，我们已经看完最重要一首了，没有什么
彩排吗？哇，这中央秀真的就美秀，大家就看美秀秀，美秀秀。我在适应你们，等一下。有录到吗？嘿嘿，这是我今天来的最大目的，明轩啊，我是美秀哎，结果美秀那个半个脸都没看到。摔手机，我刚摔了一下手机。为什么？你给我干嘛？这个，你们买什么？放蛋糕。买啊！这个的感觉好吃。嗨，嗨嗨嗨！我的手很香哦。还有撒娇啊！哦。期中考，所以才拍。哦哇！那你有化妆吗？我有擦防晒。看看你们来。跟我一起报道的人，不对，没有，已经在四楼了。我记得这个事情好像有发生过。我的天哪！啊，好赞哦！上个影片镜头太少了。好，那你剪多一点。这个是有个脸的意思。哎，这真的好笑哎！这是有兰花拉一个脸的一种，就是应该喝一下。然后我觉得这里的拿铁超难喝，这样喝过一次。
大一的时候喝过一次，大一的时候觉得很酷。我好像点过这个拿铁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可是60块以下，像不用60块。真的？我刚刚走在我的车上，我竟然没有把钥匙。台湾人人心，台湾人人心很好。在考验台湾人。我今天早上在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早上在干嘛？我今天早上在赶，赶着去上课。天哪！等一下。真的。我这个也没有干。我要被这个人笑死。请问你摩托车是要送大家是不是？那个钥匙不拔，然后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开，这个打开。这个也没有合起来。Oh my god！ 你相信台湾人？我们现在在金色山脉的附近，因为我们刚刚去寄放蛋糕，我们约8:30，然后现在大概8点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寄放蛋糕，你要讲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有人生日啊？谁生日？谁？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下一个场景是什么？下一个场景是大家都到的场景。这大家到的时候可以录吗？你菜上来再录好了。下一个场景是菜上来的时候。好。一二三。等大家都来了。哎。这是长球吗？不是，这戴在头上的吗？我们直接被寿星抓包了，寿星直接发现我们要请生了。再一下，再一下。等我们点好。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!关了，闪光灯啊！
闪光灯。超危险的哎、欸！对啊，小心车哦、喔！小心停车哦！几了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哎、欸，好直哎！三、二、一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，准时庆生，不要来一张，这是在干嘛？听不到声音哎、欸，听不到吗？都是这个声音。欸是你生日的第一天第一分钟在全家过，全家就是我家，我不在你家过。哎呦，很吵哎、欸。谁可以教他怎么把这个东西关掉、啊？拜托，拜托，我每十二点都在吵。生日快乐，已收回讯息，什么意思？讲什么？讲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李宇轩，谢谢李宇轩，谢谢郑雅欣，谢谢李彦齐，谢谢魏巍，都讲感言。对，然后谢谢我爸妈。对。那在生日你在吃什么？好吃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刚不是说还好吗、欸？第一口就说还好。你喝什么呢？好了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祝大家祝他生日快乐。谢谢，我又在。